赖清德日前颁发台北市竞总主委证书给前卫福部长陈时中，外界分析这代表因赖整合拼大选，而现在更传出民进党不分区立委陈时中很有可能列入安全名单内。你会列入分下来会去？没有，现在都不谈这个事。当时陈时中低调不谈，但据了解，党内确实有系统私下研议运作，要让陈时中列安全名单。而他过去防疫期间承担重担，有医疗背景，可列专业组。而正在帮赖清德研议政策白皮书的前文化部长郑丽君，多次否认担任赖清德副手传闻，传出他形象家也可能列在不分区内。不分区的名单就是在冲政党票，所以政党缺什么样的票，就提名什么样的人。看呢，民进党现在整体如果现在的论述很差，那就需要有论述能力的人。党内人士分析，不分区名单会锁定形象加分、有战功、有战力以及具代表性人物。而在政治组部分，除了党团总召柯建铭外，英系庄瑞雄、卓伦泰系统的洪胜汉议题能力强，渴望留任。新系以现任省发会优先，永援会林楚英论述能力强，而绿色友谊罗美玲新住民身份加上浮选南投有功，以及性别议题的范云都有机会连任。而在政国会部分，传出于天有意争取，但还没有共识。有关本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的提名呢，目前没有任何的讨论，那也请外界不用过多揣测。据了解，民进党还没启动不分区作业，召集人党主席赖清德会先确认提名小组名单后，预计九月底开始征询作业，希望端出亮丽名单，冲高政党票。三立新闻刘安信荣台北采访报道。